本来是一个25块，现在已经涨了变成30。这原本一个25块肉粽，业者嘛挡袂住，价波动，一个涨起5块咯。一定都要涨，因为成猪肉贵，又是糯米，还有种那个花生，还有叶子，通通调高了。啊，所以没涨，我们没办法。现在出，我们开始涨价，就生意差很多，对啊，就是有时候本来以前生意不错，现在都不太好。肉粽虽然每天都可以吃到，不过五日多要到日子需求量是更加多，但是今年要吃肉粽，民众不只是买便宜，也是要自己包，成本都比去年加要50%以上，其中粽叶部分有钱也不一定要有，因为现在都有的人都会累积起来嘛，啊，知道会这个冬节到了都会涨，所以都会有的都买不到。今年就是都无叶啊，无落雨，无叶啊。啊，养鱼啊，是拢差不多伫4月买，就有人来伫买啊。啊，今年即马有人来买，即马嘛无晓啊。粽叶来源是麦地为主，其中粽叶主要生产地高雄乡。今年因为雨水少，到现在青叶啊也阁满无，多数拢是泡大粽叶啊，价格嘛创下10年来新高价，一袋斤85块。卖正常伫买是拢差不多买50、60。啊，即马嘛少人买。袂好啦，旧工袂好，无啥人办法啦，会员啦啦，拢靠进口啊。这个粽的主要原料为糯米、猪肉，一直到粽叶、等等，全部拢起价，嘛好袂少家庭主妇今年的五日节是真歹过了。记者陈心畅报道。